我是公关联合党的112年了。9月10号，瑞芳，瑞芳红甲路，那天是12分所拍摄的是。28车锁定8车将北回应了花莲的普悠玛之江号，在瑞芳红甲路准备通了。有的普悠玛12034啊，天12033车往普悠玛之江号，在瑞芳红甲路通过。108将北向花莲的普悠玛之江号在瑞芳红甲通过，12033下天佑2034车往普悠玛之江号，然后支持就能拜拜。9月10号13:43，哇，五万喽！